兩個星期前，亦都搞到一段頭條新聞係咩呢？就係我哋嘅上一任嘅教宗已經係進入增幅嘅階段啦，係嘛？咁咧，佢如果咧從如果有教友或者有人咧係用佢嘅名嚟呼求，而咧係顯到奇蹟。多一個或者兩個嘅事實嘅話咧，我哋咧就知道咧，咁跟住佢就成聖噶啦，成為聖人噶啦。所以我哋要睇下，我哋堂區成聖列車，我哋成聖列車第一個站係乜嘢嘢咧？個個人都應該要經過嘅。要真服的生活事得不得？我哋領洗合教會向住呢個真服個站或者呢段嘅階段咧去生活嘅，我哋有冇好開心聽到呢個真服三種聖訓裏面所講嘅內容咧？主耶穌基督開始出嚟傳福音嘅時候咧，佢見到啲群眾湧埋嚟，咁而咧佢啲門徒亦都嚟到佢跟前，佢喺個山上嚟坐低嘅，然後咧講出佢所開啟動嘅天國。可以講啦，而家係天國嘅基本法。佢哋基本法有幾多條啊？咁佢有十條。不過咧，就我哋好多時都會將佢白字去講俾人聽㗎，係咪啊？咁不過咧，就係大家留意一下，原來當主耶穌基督去喺山上坐低講道嘅時候咧。講出嘅真福山中嘅聖訓，哇！咁重要嘅內容咧，實際上係演繹緊，亦都係成全緊舊約梅瑟上到西乃山上聽天主頒布嘅十戒，就天主十戒嘅內容咧。所以咧，我哋睇得到咧，梅瑟就係又上去山上，又落翻嚟山下，又上去山上，又落嚟山下，走嚟走去嘅喎，呢個梅瑟，佢哋嘅猶太人嘅大聖人，所以咧係一個仆人嘅身份，天主嘅仆人嘅身份。不過今日主耶穌基督咧，唔係呢個仆人咁簡單。是天主自己親自臨於世界的身份，宇宙萬物全部是在那裡聽緊佢講，天國在個地球的是出現，在太陽系出現，在銀河系出現，在宇宙全部都在那裡發射出來。大家如果明白啊，是耶穌是坐低嚟講公道，主係去以一個天地君王、天地主宰嘅身份嚟講出呢個真實嘅內容俾你聽。我哋會留意到主耶穌基督佢所講嘅真福係同十戒裏面係咁相對應嘅。不過梅瑟佢頒布十戒嘅時候，以天主嘅角度嚟講俾你聽，所以話
任重人天主在萬有之上，但是呢主耶穌基督呢在頒布這個十真福的時候呢，是以我們對象對我們的以我們為先，他說神憑基人時有無敵，所以我們會看得到是怎樣十戒裡面的無貪貪是不是是不是有沒有留意到他以我們人為先，我們的人就會更加明白互相是對對清楚。由於我們的歌啊，或者我們傳統教會呢，很多講是真的八端的而已，為什麼神父要講十端呢？因為我們堂區是特別一點的，要講十端。為什麼呢？因為真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是可以是外教的兄弟姊妹，不用洗禮的都可以。但是呢第九端和第十端呢，正耶穌說幾時人為了我而馬綁開領門，幾時人為了我而捏著一切壞話擺放領門，領門是有目的，領門歡喜用一把，領門在天上的賞務是豐厚的。你們以前的先知人查曾經不害過他們，他們是用雙聲疊吻地表達著一個重複講緊兩個嘅好重要嘅音訊：一天主在萬有之上，無呼天主聖靈如法虛勢嗰個回應嘅。所以咧，我哋嘅堂區主導係叫咩名啊？郭達，異性係郭思文，但係安佢哋做乜嘢嘢啊？佢哋就俾人哋捏造壞話、詆譭，佢哋就係俾人。因與耶穌基督的緣故被人斬了頭的鬆道的兩位聖人是見證緊這兩個真福的內容，所以我們不說這個不可以達至，是因為主耶穌基督是不單止是對著群眾說，同一個時間都是對著近側的那些擁躉，我可以說最擁躉的最熱切跟住耶穌的門徒，所以在他面前的人說，你們啊，幾時人為著我而辱罵迫害你們，你們是有福的，現在清楚多一點了，好嗎？所以我們不需要八節去對待真福，而是我們要活到全部，將因為天主的愛比我們更豐富，就讓我們大家都留意一下，我們有沒有在這裡享受和在這裡活出這個真福呢？爸爸媽媽是吧，怎樣愛 BB， 我們是希望他在這個真福裡面一路成長。我們用這段時間呢，就想我是代表著大家，亦都代表著教會。